请掀开经本第45面，45面倒数第三行，这个最后一句坦德，借请调伏一切众生，令得解脱。因为天王以除世间法来化导众生，所以德里面这个探德里面才有解脱的字样。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明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示现在六道当中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些事实不胜枚举。诸天天王当中很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而我们世间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社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也都有许多佛菩萨化身在其中，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而他的视线又跟我们一般常人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不是很细心去观察，你会感觉到他跟凡人没有两样吧。即使细心观察，也不容易觉察到，除非你自己修学有功夫，那是另当别论。你真有功夫啊，就很容易能够发现。自己不是真正修行有功夫吧，这些人视现在世间就和光同尘。这些天王里面这不都是诸佛如来吗？可是他们的视现如果我们很细心去观察，他决定是劝人修除世间法，决定不会说世间种种法了就满足了。从这方面来观察呢，你就能得点消息了。世间人最高的目标无过于升天而已
一般宗教家都是以天堂为自己终极的目标。印度有一些高级的宗教，他们修定，知道天上的状况不是单纯的一种，他们知道天有28层天，所以他们呢，这个求生天道也逐渐的把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他们可以升到色界天，升到四禅天，甚至于升到四空天。那么现代有没有人修行达到这个功夫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从佛的经典里面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确实有不少人呢达到这个境界。可是他们往往把这个当作究竟涅槃。所以诸位要知道，涅槃这个名词不是佛教专有的，是世尊出世，每一个宗教希求的目标，称之为涅槃。涅槃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或者翻作永生呢，有这个意思在。人有这样的志向，有这种修学的目标，就能感动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了。也就是你们已经有意求，但是求不到，你们心里面非常向往，可是你把境界认错了。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释迦牟尼佛应化，为什么不应化在中国而应化在印度？佛没有私心，没有偏爱，而是在那个时候，印度有不少人有这种愿望，有这种修持的功夫，而在中国还没发现。中国在研究讨论里面有讨论到天道，但是真正修行的人呢，在中国史书里头并没有记载。虽然如是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以种种身份示现在一切刹土、一切众生的生活范围之中啊，这显示出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所以他教导人总是劝人了生死出三界。解脱谢，我们念去生当作动词讲，就是把它解开，
把它解除，把什么东西解开解除呢？把烦恼解除，烦恼啊，脱呢？脱离生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这个叫解脱。谁做到了？在佛法里面讲，阿罗汉做到了，辟支佛做到了，菩萨当然不用说了，比他们的位置更高。这个是佛法教学修学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换一句话说，给你说明六道轮回的状况，教你怎样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人决定不是凡人。六道里面都有这些示现，圣贤示现在其中啊，所以他们借勤调伏，勤这个字难得。不辞辛劳啊，教化众生。调和众生烦恼习气，降服众生造作种种不善，我们从这些地方去观察，就知道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了，数量很多，在在处处都能遇到。如果是模式现的，跟佛菩萨示现的，他的作为恰恰相反，魔是决定不希望你脱离三界，不希望你脱离轮回，凡是劝导你求得人间天上的福报，劝你升天，劝你做神做仙，这是魔道啊！这个决定不是佛道，佛跟魔啊，从这个地方也能很清楚地辨别出来。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看下面这一段，他化自在天王，这个是欲界的第六层天。佛有无数他化自在天王，所谓得自在天王，妙目主天王，妙观床天王，勇猛慧天王，妙音聚天王，妙光床天王，
极尽境界门天王，妙轮庄严创天王，花瑞慧自在天王，因陀罗尼妙庄严光明天王，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借勤修习，自在方便广大法门。超化自在天是欲界天最高的一层，他们的福报大，世尊告诉我，化乐天已经很了不起，可以说是他们的生活很令人羡慕。再上一层，他化自在天比化乐天还要殊胜。你看看化乐天种种娱乐享受要自己变化的，不靠别人，随心所欲变化所宗。可是第六天的天人呢，他种种一切的娱乐享受自己都不需要变化，他化，他是指谁呢？是第五天前面讲的化乐天。化乐天变化种种娱乐享受去供养他，他自己都不需要变化，所以叫他化自在。数量也是无数无量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无数无量啊同时出现。第一句举数，复有无数。这一段总结呢，其数无量。你把这个首尾合起来看呢，这个数目是无数无量，显示出华严法会是尽虚空变法界。大不思议的境界。类别说明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是欲界第六层天，他化自在天王。向下也举了十位天王来表法，显示无地菩萨、难胜地菩萨的智慧德相。第五地难胜地，甚至殊胜，他们的这个智慧神通道理，这个一般人要想胜过他了也相当不容易啊，再称为难胜地。第一位得自在天王，得是他真正得自在了。
所有一切受用都由化乐天来供养。这一句看起来好像是不难懂，他得到自在了。其实意思很深很广，这一看得自在，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福报啊，这是得大福报啊。自在就是大福报啊。他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这一句说的是果德，果必有因。如果过去没有修因，他怎么能得这么大的果报？那过去修什么样的因？佛给我们讲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五味布施。如果没有修到相当圆满的因地，哪有这么殊胜果报现前？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圆满的现前了。修行的因要善，因是什么？心。心里面确确实实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以无贪嗔痴的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呢，才得这个福报啊。那如果也许同学要问，为什么没有离开欲界？他享受五欲六尘这个乐，这个享乐这个念头没断，所以他所修行的果报在欲界的最高一层天。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享受欲乐这个念头断掉了，他就不在欲界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记住啊，然后你才明了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还有一念没有放下，
出不了欲界。佛将凡夫的欲念归纳为五大类，称之为五欲。第一个是财，第二个是色，第三个是名，第四个是饮食，第五个是睡眠。财色名食睡，欲界天人对这个很淡薄了。为什么呢？他已经是无贪无嗔无痴了。对于五欲，越往上面去越淡薄。虽然说他是淡薄，不能说他没有啊，他还是有啊。所以离不开欲界。如果对于这个五种欲念念头都没有了，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欲界了，就会到色界去了，他就得禅定了。我们要问桃花自在天人修不修禅定呢？修，功夫也相当不错。如果单单修善不修禅定，这个福报只能到桃李天，四王天桃李天，不需要修禅定，凭福报就能够往生。所以诸位，你们在佛门里面看到很多的公案故事，佛经里面所说的超度亡人，帮助别人，即使诸佛如来帮助一个众生，佛菩萨这个福德加持他，他也只能到桃李天了。我们看梁皇宝忏，这个故事是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这个妃子生前造作的罪业，堕落在卧道。梁武帝请宝智公主持这个法会，超度的法会。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我们念佛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九缘界已经成佛了。这个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菩萨身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他来主持这个法会，
也只能把他超度到塔利天。那么再看过去安世高超度共听湖的水神，那个水神前世跟他是同学，一个是得道的高僧，一个是落在神道。他福报很大了，为什么呢？持戒，持戒修福，他是个出家人，福报很大，很灵感。为什么？他明经，他懂得佛法。为什么会落到神道呢？经上告诉我们，是因为分位的时候，分位就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供养这个菜饭不好，他心里就很难过。我是个修行人，道德学问都还不错，今天托的这钵饭呢不好吃，这个心里面呢就有点不太痛快呀，就这么个原因，堕落在恶道，出生到蛇身，是个大蟒蛇，做了这个神，有神道去了。所以他也有人祭祀的，有人供养祭祀，他的福报很大。这个道场周围一千里这么大的范围，人都来拜他，这是前世有修行的。那个一念，那个错误的念头啊，落在神道。安世高从他那个道场经过就渡他，也只把他渡到桃李天而已啊。这个就是说明了，以福报帮助你呀，只能到塔里天。往上去，像夜摩天以上，那都要修定，要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呢。难啊，不容易啊！夜魔斗帅化落桃花自在天，这个四禅都是定，是有修，定没有修成。如果我们说定功修成了，这得个满分100分。他们所得的分数呢？这是80分、60分、40分、20分。那20分的呢？夜摩天。40分的斗帅天。60分的呢？化落天。80分的呢？桃花自在天。满分就到初禅了。就出了欲界了，所以他们修定修四无量心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懂，所以诸位，然后你就能够了解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修这些天道容易多了，而且我们的成就比他也高得太多了，他简直不能比。
这些天人，那也正像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他们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净土法门。如果有缘遇到净土法门，早就到西方做佛去了，怎么会在六道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事出世间法，别说娑婆世界，他法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啊，都没有例外的。第一无比的殊胜，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过去大慈菩萨劝我们呐，你能劝两个人修，就比你自己精进；你能劝十几个人，你的福德就无量了。这个人数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往生。你劝人念佛了，真的有两个人往生了，真往生了，你那个福德就很大了，比自己怎么去修什么样的佛都不能比，都比不上了劝两个人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退成佛。你帮助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退成佛，你的福报多大？这个上一次跟诸位说过，这世尊在经上讲的，以真诚恭敬心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得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你帮助一个人成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个佛报有多大？没有法子说，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会修福，会修福怎么修呢？劝人念佛，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福报就大了。你所劝的这些人当中，仔细看看，有几个人往生了？真的往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然后才晓得怎样修不可思议最大的福报。李炳南老居士往年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参加他这个台中莲社做莲友的，听他讲经教诲的，他的莲友都有名册，有姓名，性别、年龄、住址都有登记的。我亲近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名册里面的差不多有
20万人，这20万念佛人当中有多少往生的？少说一点吧，2-300人总会有吧。李炳南老居士真的是菩萨了，那不是假的呀！他能够帮助2-300人往生作佛，你说那还得了吗？你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修福，修福修慧，了生死，出三界，那是真实的果报。所以我们读到天王的名号，有很深的感慨。第二尊，妙目主天王。这一尊天王名号里，标示出妙目，目是眼目，佛经里面常说如来无眼圆明，那个眼目就妙了。如来有肉眼，跟我们没有两样。如来有天眼，跟天人这个见的能量也相当，我们肉眼可见的佛也见到，天眼能见到的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佛有天眼，天人能见到的佛也能见到。如来有慧眼，慧眼是声闻缘觉的见量，他们能够见到东西，天人见不到。如来也有慧眼，换一句话说，声闻缘觉能见的，佛也能见。如来有法眼，法眼是菩萨之眼，那个能见度就更高了。声闻缘觉见不到的菩萨可以见到，那佛有法眼，菩萨能见到的佛也能见到。幕后说如来有佛眼，这个见量是究竟圆满啊！菩萨见不到的佛都能见得到，无眼圆明，圆是圆满啊，明是融通啊，说明啊，一界是无，无界是一啊。这才是真正的妙目主啊。那么在此地给我们显示的天王不是凡夫，诸佛如来应化的，所以他有妙目。
落实在我们现前修行上来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观察要谨慎，要有能力辨别真假，不能够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看作假的，你就错了。你看错了啊！有能力辨别邪正，一切人是无，哪些是正，哪些是邪，要有能力辨别，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利害。你要有这些能力，你也算是无眼圆明了吧。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不容易。我们看现前这个世间很多人，包括我们佛门的同学啊，甚至于包括出家的同学啊，往往啊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看错了，看错了，修错了。那要讲护法是护错了啊。真正的福田呢舍掉了，没种到福。假福田上啊真的下了不少种子，到后来一无所获，一样也收不到。这个不能怪别人呢，怪我们自己看错了。所以妙默主的意思就很深。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怎样培养我们的正确的观念，也就是妙默，如何来培养？这只有一个方法，多读大乘。读诵大乘一定要有好老师指导，才能够收到效果。如果没有好老师引导你，经论太多，毫无烟海啊，从哪里读起？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我还没出家，台湾第一次印大藏经，我是很不容易啊，请到了一部，请得之后啊，不知道从哪里读起啊，就向演培法师请教。那个时候演培法师在善导寺做住持，我们很熟啊，我向他请教大藏经，我请他一部，怎么读法？他告诉我，
你从第一本一直念下去，实在说呢，当时我也就听话了，就听他的话了。从第一本的时候慢慢往下看了，看前面不晓得后面，看到后面前面忘光了。所以啊，一定要有名师指导啊！啊，这个很重要啊！以后我们才明白，要一门深入。啊，这个是正确的指引。啊，在一切经里面，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选择，请老师帮助你选择。老师不是佛，也不是菩萨，没有能力知道我们自己的根性。要遇到佛菩萨就不难了，为什么？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情形他都知道啊，他给你选择一步，决定是庆机。那么现在这种人没有了，即使佛菩萨示现，他也装糊涂啊，他也不是那么样认真的来给你选择，也装糊涂啊。所以总是啊选择几种，让你在几种当中啊去选择一种，这是现在一般善知识教导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好，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合法啊。选这个五六种，五六种当中让你自己去选择一种，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李老师常常用的，他要我们自己在经典里面选择啊，你自己选，选来的时候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觉得这个对你不太适合啊，或者太深了太难了啊，你的程度达不到，你再去选择。总你自己选这个三四次都不妥当，他才给你介绍。介绍给你，告诉你，你试试看。这个是善知识啊，这是好老师啊。啊，所以选择这个经典法门呢，的确不是容易事情。就如同我们中学毕业来上大学，大学就分科系了，我们究竟选择哪一个科系啊？去学习哪个科系，关系你一生。法门的选择，实在讲，不仅关系一生啊。关系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有成就，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这是第一个要考量。选择这个法门可以超越六道轮回，算是正确的，你没有选错。第二个考量，能不能在一生当中证得佛果啊？如果说在一生当中能够成佛，最上乘的选择，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一生当中反复能成佛，给诸位说，只有无量寿经啊。
阿弥陀经啊，那么再多一点呢？这是古人讲的往生经，往生经就是净土宗的经论，现在所讲的五经一论。你依照这些经论去修学，对他有信心，能够理解，信心坚定，绝不改变，你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这是最上乘的选择。我在李老师的麾下，李老师对我可以说是真的是爱护备至啊。他劝我学弥陀经呢，我觉得弥陀经不难嘛，很容易嘛。我在他麾下听他教学，他教学生，我旁听啊。因为我去的比较晚，他在台中已经教了十年了，我是十年之后我才去，所以他那些学生都是从听众当中选出来的，选了有20几个人。我后去的呢，名字排在最后啊。那么他教学是按亲近他先后顺序来教，这个很公道，大家没话说，老师没有偏心。谁亲近老师早，他排在前面；亲近老师后，你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这个顺序排下来，就我排在末位呀。那么他教别人呢？我在旁边听，我通通都听会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听啊，学了30多部经啊，我都能讲。它的标准是你学了之后，你有能力上台去讲这部经，我有这个能力，我学了还不甘心呢。要学一部大经，总算他同意了，跟他学一部楞严，花了3年时间，学了一部楞严经。对于净宗，早年刚学佛了，是轻视净土。总认为净土是老太婆净，我们是知识分子，怎么会去念阿弥陀佛呢？以后灿云法师介绍我对印光大师文超，文超读完之后，我不敢再批评净土。但是要叫我学净土还是很难啊！李老师虽然劝我很多次，表面上我接受了，其实我没去做。这个幕后，李老师晚年的时候，我们请他老人家讲华严经。齐秦的因缘是有一天他讲经的时候说，他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往生他能走，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我们几个同学听到老师今天说这个话，那我们就希望他多住几年嘛。我们晓得
他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就是讲经。他不讲经，他就要走。所以要找一部大经给他讲。所以想来想去，我八个同学联名齐行，请他讲华严，他同意了。而且还给我们说了很多次，行，我把华严经讲圆满，然后再讲一部弥陀经，我就往生了。好啊。那么他老人家讲经啊，一个星期讲一次，啊，讲的时候有翻译，翻译台语，啊，讲经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实际上呢只有45分钟，啊，一个星期讲45分钟啊，这一部华严经呢，我那个时候给他估计啊，要50年才讲完。50年老师要活多大年岁呢？至少要活130岁。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听他讲这部经。谁知道他讲了一半呢，他就失言了，他走了。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缘。他讲到社会相片，97岁走的，讲了一半。所以善知识很不容易遇到，遇到了之后我们能听到他的指导，我们在修学省很多时间，少走很多冤枉路啊。那么我对于净宗的信心是在华严里面启发的。李老师在台中讲华严，我听一卷，听这个第一卷，这个一卷听完之后啊，这华严我全都懂了，我也能讲得圆满，我跑到台北去讲，我一个星期讲3次，一次讲半个钟点，所以我不到2年呢就追上他了，就把他的进度追上了，所以讲的时候超过他，我讲的比他详细，没有现在这么详细。同时讲40华严，所以我80跟40同时讲，2天讲80华严，1天讲40华严。讲经有一天突然之间起了个念头，华严经里面我们常讲华严三圣，毗卢遮那、如来，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华严三圣是以普贤文殊来表法的。我突然想起，普贤文殊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后面呢又看到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主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念头生起了之后啊，仔细再看看经里，原来通通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我这是吃了一惊啊，没想到啊。特别是普贤菩萨，这个是文殊菩萨。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了。那么在华严里面他是发愿了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在这个经里面看到，舍利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是恍然大悟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修学哪个宗派，最后的目标，你要是脱离十法界了，你到哪里去？都到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里面接受文殊普贤的教诲，华藏世界是从初住菩萨摄住摄行摄回向，然后这才登地。那么前面这个三贤位次，你可能修学你续世所修的法门，法门无量啊！那不知道你修的是哪个法门呢？登了地之后啊，肯定你把你自己所修的舍掉了，你去念阿弥陀佛求生解脱。为什么呢？登地之后啊，真实智慧开了。文殊普贤劝导你，你完全能接受。你的程度不到，遇到这个真善知识劝导你，未必肯听的。你别看菩萨了，菩萨个性也很强的，不太容易接受别人意见的。所以要到大菩萨，我们常常念的摩诃萨，他就会听了，他就知道了。在普通菩萨都很难接受啊。所以我们这些凡夫遇到这个法门，听了就肯接受，就肯真干，令这些地上菩萨看到不能不佩服。那我们什么原因能达到这个境界？徐世善根，过去生中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啊！你看看学佛的同学多少在家出家的，修学其他法门的，你叫他念念佛，他不肯念的，他不肯来啊！这样你才懂得你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的深厚。你这一生有机缘遇到这个法门，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不可思议。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仔细观察，决定不能看错，一步看错，步步错啊！其他的损失不论，我们的精力损失、时间损失，没有法子能够弥补啊！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其余的损失啊，那真是无所谓的。我们要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要珍惜自己的精力，决定不可以浪费。所以妙目提醒我们仔细观察，
第三尊妙观床天王，观表定法，观是戴的帽子，这个部位是在头顶，床表高显的意思，妙就是指的妙法。哪一个法最妙呢？在本经当然是指这部经，而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法法皆妙，无有一法不妙。问题在你能不能认识，你有没有觉察到？如果你觉察到了，你就会得到啊。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就妙在其中。如果没有见性，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接触的是相分的，接触相分，迷在相分里面，这叫凡夫。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他们六根接触相分，他知道性相是一，不是二。所以称为佛菩萨。我们不懂性相是一。如果真正明了性相是一不是二了，法法平等。我们今天看一切法不平等，着相，相不平等。可是能现象的那个体性体是平等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你着相就迷了。迷什么？迷了自信，迷了能现象的那个体性。古德用比喻告诉我们，所谓是以金作器，器是相啊，金是造成这个相的体质啊。你执着了相啊，把它的体忘掉了。不知道性相是一不少，不知道这个事实，世尊菩萨祖师大德
虽然常常如是教导，我们也可以说是常常在听闻，在读诵，可是依旧入不了这个境界。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自己认真的去思维、去反省、去检点一下，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经论祖师大德讲得那么清楚，讲得那么明白？我们不但入不了境界，即使对于所见所闻的也都含糊笼统啊，说你不懂好像是懂，说你懂吧你还真的不懂。这原因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句话，原因是我们用心不真啊。我们不是用真心在学，我们依旧是用的妄心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我们把六尘缘缘的心当作自己的真心，自己原有的常住真心啊，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能不佩服佛的智慧，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道破了。所以我们展开经卷，当机的人祈请佛在说法之前一定嘱咐谛听谛听，这一句重要啊！我们为什么没入境界？我们没有谛听呐。谛听是用真心听的，我们是用妄心听的。用真心，也绝不是限于我在读经的时候、听经的时候、拜佛的时候，我用真心。离开佛堂，我处事待人接物还是用妄心，那你的本事很大了，同时可以用两种心。这个不行的啦，所以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绝对不会说是这个人会用心啊，会用一半真一半妄，没这个道理。你用真心，你就是佛菩萨一流的人物；用妄心，那你是六道凡夫。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很想用真心，怎么个用法呢？这是事实啊。哪个不想用真心？哪个不想立刻成佛啊？什么是真心？
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的人就不多啊。他为什么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呢？因为他也不会嘛，他也未曾用过嘛。他要用过了，他才能说得出来。他没用过，他怎么会说？无量劫来，我们都用的是妄心，从来没有用过真心。可以这么说，但是佛不这么说。佛跟我们讲啊，我们天天都在用真心，可惜的是什么呢？时间太短了。譬如眼睛，张开眼睛见到了，这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但是你的真心保不住，第二念呢就变成妄心了。怎么说呢？第一念的时候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张开眼睛看外面境界，我们用浅显的话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心。第二念呢，就起了分别了。这是人，那是无，这是长，那是短。再还有是，还有非，越搞越糊涂了。第二念就落在妄心里头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第一念是真心的。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的本事就是能够保住第一念，不落在第二念。这个就是佛菩萨，我们保不住啊。刹那之间就落他第二念了，快得不得了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想学佛，就要在这个地方啊下功夫。尽可能把分别执着减低，我们功夫就进步，就得力。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就难了。果然能够练到，对于一切人事物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你的心就清净。那么《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什么？见性啊。你妙目就开了，妙法就现在眼前了。妙观床是表妙法了，法法皆妙啊。设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正如本经所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那么这个事实真相，要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决定见不到，你所见到的是虚妄的。随顺虚妄，你就免不了要造业。造业呢，一定要感果报。这个业因果报啊，就是六道轮回。所以佛法不能不学。一切诸法当中，唯佛法独妙啊。佛法就是教你觉悟。佛法要翻成中国意思，觉悟之法，智慧之法，凡是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觉了一切法的，就称之为佛法。第四尊勇猛慧天王，这个德号里面关键的字在智慧。勇猛是精进，表现在四相当中，无论是什么事，我们现在人说他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快速，做得很圆满，这几个意思合起来就是勇猛啊。没有智慧他做不到啊，没有智慧的人勇猛精进是有限度的，到达这个限度他会退转，不能够再向前迈进。原因是什么？障碍很多，遇到障碍他没有能力突破。佛菩萨教人都是做的好事，都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事情，虽然是好事，谚语常讲好事多磨啊，这遇到一些折磨了，算了吧，不干了，反正这个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辛辛苦苦的做，牺牲奉献，利益都是别人的，你还要来障碍，那我何必做呢？就退了，很容易就退转了。所以没有真实智慧，勇猛毕竟是有限度。如果具足真实智慧呢，他这个勇猛就不会退。
那我们要问，有没有障碍呢？有啊。这边有障碍，那一边没有障碍啊。那这就是有智慧。比如我们把佛法介绍给社会大众，有一些人欢迎，有一些人讨厌，有一些人帮助你，有一些人障碍你。障碍我们的呢，暂时回避嘛。有欢迎的这方面说，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做好了，让这些障碍这一面呢，让他去看看。时间久了，他也看到好处了。到那个时候他也就会接受了吧。绝不能说因为障碍啊就算了，舍弃了，就不管他了。这个不可以。佛门里常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人也要度他，也要帮助他。怎么能舍弃众生？只是暂时有障碍呀，暂时回避一下。那么这个事是设置为善巧方便，总的做出成效来给世人看。特别是现代的小社会，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误会，误以为佛法是宗教，而且佛法还是低级宗教。那么现在人也有明了，不是真的明了，是明了什么呢？佛教徒人数很多，他也有一股力量，不能不运用它，而达到他的目的。他对于佛法，真正的佛法还是一无所知。我们跟这些人接触，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让他真正认识佛法，明了佛法，知道佛法对社会对众生的真正的好处利益。他如果发现了，明了，我相信他不会障碍，不但不会障碍，他还要主动地帮助我们。像最近英国的教育部将佛经列入学校的课程，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佛教教育对社会对人民有好处，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英国不是佛教的国家，
现在把佛教纳入正规教育，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近来，澳洲政府特别重视多元文化，也把佛教教育看成第一位。那么像这些国家地区，确实有高度的智慧，有很聪明的做法，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协助他们，希望他们呢做出成绩来，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地区看一看。他们开头在做，等于是在实验。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有效果了，确确实实对国家、对社会、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我们深深相信，其他国家地区一定会仿效。英国距离我们比较远，现在有几位同修在那边做。澳洲呢，对我们比较近一点，所以他们那边有重要的会议邀请我，我也很乐意的参加，帮助他们能够真正达到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互助合作的目标。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向往、都希求啊，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带给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非常难得有这些人在发起，那么这些发起的人在我们心目当中，岂不是诸佛菩萨化身实现的吗？你说不是，不是也是啊。他跟诸佛菩萨的心愿完全相同嘛，相同就是嘛，不为自己，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而整个佛法，我们仔细观察，就是他们所讲的多元文化共同生活体啊。我们展开华严经，你看从头看的这些参加的大众，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族类，
都能够集合在这个法会当中。共同向佛学习。岂不是多元文化一个最好的融合的模式吗？所以我把华严经介绍给澳洲啊，他们非常希望把这桩事情做好做成功啊，带给澳洲的社会和平安定，带给澳洲人民幸福美满。那么华严经自始至终啊，是在讲，就是讲的这一桩事啊。这个是多元文化最好的教材啊。可是经典是华文啊，没有英文的译本，这个是比较上困难。文字上有障碍，如果谈到翻译这部大经，也不是容易事，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但是我们总得有耐心，有恒心，有毅力，尽我们的心力帮助他，这是云蒙会。绝不因为任何障难我们就停止，我们把这个事情就舍弃了，这不可以。一定要能够掌握到机会，认清机缘，全心全力将如来的正法介绍给一切有心希求的大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结束。Thank you.